来把主播的第二绝活，但其实乌鸦是要比剑魔好用很多很多，而且乌鸦补第一波现在是没什么压力的，因为他打这个小兵不会有减御，就正常伤害。 网通还是有一点卡的。 打一下170，好疼。嘿嘿，他掉了蛮多。 什么意思？松鼠爱好者，闪电老鼠爱好者。闪电松鼠爱好者，可能发疯，有一点。 这皮肤叫什么？好像叫绝代智障吧，绝代智障。这皮肤好像叫这个绝代智障思维，绝代智障思维。嗯，一个问号。 不闪闪啊！电老鼠，不闪怎么活？我把打到后面需要血一血，突然感觉这火男电容会很痛。主播怎么骂人？绝代智障啊！智将，智将思维，原来是叫智将。哎，念错你的大名了。 凯南不带艾里怎么消耗？他想着带电型打我一套，发现他打不过你。想要伤害可以第一件出这个魔杖感觉，打人会很疼。如果你优势很大的话，还行吧。其实乌鸦打凯南也有不好打的，就是你不要太着急交易就行，用 QA 消耗就好。 别吃他飞镖，因为你同样手残，我就不存在说过来 A 你，因为你 A 他，他 A 你，你也能 A 他。我操！突然好想吃葱油饼，突然想吃葱油饼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冲油。
这都行啊！刚好晕住了，晕住我在那个鱼上面，没吃到这个鱼，感觉可以反杀。其实这个鱼它没喂到我，甚至我都没看到那个鱼飞过来，没吃到少这300伤害，可能就死掉了。 好像还撑，还撑，还撑喵！你是走不掉了，大哥。我的话语比我亲手杀掉的人可多了。我尽力了。娜美是怎么阵营的？不知道。瓦斯塔呀？我也不太懂。这把第二针要直接升。 你这样子针对，我感觉血像个人类，马好像是会模仿人类的，吃两个大，一个鱼人大，一个草人大，他等级跟我一样，没事，下波时光。 这鱼人，他没看到我视野吗？我操！一下起飞了，这大树可以啊！大树真……哎，我动了，什么意思？开始吵架了。 刷干净，走路。赶紧施工。哎，居然没人！这里居然没人呢。我们直接水银血好了，水银血。这里就没办法了。不能让我插个眼下来。
哇，爽！好，太爽！这把太爽，第三天在深渊，这把太肥，哇，这把太肥，本来有机会五杀，但没五杀，刀妹好像没死，吃了我一个塔皮。 哥们的小蝌蚪，有点爽，尬的，这就1000块了。看来这个电脑属于上单爱好者，不太会玩这英雄。诺克萨斯大兵，建模被办了，对吧？ 把九号建模被办了，没什么办法。追一下，我感觉还有机会。防御塔渡层即将失落。 走了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这天使走下还可以。这天使走下好像还有模有样的。也跟他跟着娜美配合起来的话，还可以。电魔低段位怎么开？杀穿，一直杀穿，拿先锋杀穿推基地，不用太复杂。 你只要把单带这个东西搞明白了，其实不难赢。居然没打过，因为我没打到的鱼人。 还不走啊！哎呦，一起去了，有点烦，被塔打了2下，我的问题，我的问题，他们好多 AP 啊！ 只能跟他一起去了。第一段局诺手直接致命之后灵光披风就无脑，还好吧？看你是什么英雄，这把对面应该没什么赢面，拿个打团阵容又不打团。 他们这个也起不来，术界降临，这里是有野，没事，哥们这波有气，要抽兵杖吗？不太需要。
你出这个就不要出兵杖，当然你也可以出吧，看你自己。我是不怎么出兵杖的，现在走下路可以出。如果你是走辅助的话，兵杖也还是挺蛮需要一点。 不过他这 W 跟 E 是跟这个绑定的，那很少人能听得到。可以。乌鸦预示着他们的死期。哎 也许该晋升你了，真是顽强。他们是打不动我的。等下不知道有没有五杀，暂停不离手。感觉这把可以不用做兵心，直接做那个绿甲，来个绿甲。 我操，百分比斩杀！哎呦，可惜吃到鱼了。魔抗这么高还是顶不住。算了，先实战吧。但我又想做绿甲，他们没有出那个这个出了个事情。那绿甲先不出了，等一下看一下。或者来个助燃之律，助燃之律也不错。 再出个自然之力，再出个石像鬼，这帮肉。啊呜！还行。 够钱！末日他有斩杀，他那个吸最后一下有个收尾的斩杀。回家把这个先买，哎，可以再买一个小的。 可惜，这打我又有点痛。我要不要出护甲呢？算了，还是不出。我们还是买个石像鬼。我已经开始期待了，我操！我还没试过买那个，哦，好大！我还没试过买那个石像鬼，然后深渊再加一个这个自然之力，因为这个它能给你加100魔抗，这个再给你加100，这个挨揍也会加魔抗。
我这个五个人加五十多点魔抗，这么夸张？那我估计我等下应该有300多魔抗，战人队里应该300多了，能到400魔抗吗？我试一下。没办法 ，W 一不中，对面都跑太快了。75，这是可以给我加魔抗的，就你站旁边可以加魔抗。来拼我干嘛？抢到了纳什，哎，抢到了也还好，这样可以再多玩一会儿，但是就是可能会比较难攻下来。哦，这个能不能拿？哇，四条土龙魂！我问个问题，四条土龙魂，然后我再买一堆魔抗，这魔抗能到400多，我也是太恐怖了。我现在就已经250了253了，我没满级的话，我满级还会再加一点魔抗的，然后挨揍一个人能给我加很多魔抗，这一定要打。好，274，魔抗越多加的越多。把他灭，舍利打我还是有一点小疼。一种投降的方式。他大招还会吸我的魔抗吗？吸我抗性？哎，别投啊！还没神装，魔抗其实很难过500，我不知道今这把有没有机会，但是要先把这四条土龙都拿了，但是好像没机会。好像没有机会，没有机会，拿掉所有土龙应该能到400，魔抗到500很少。泽律已经没办法触发护盾砍了吗？哦，泽律已经没办法触发三项了，是吧？我大可以把他们都杀了，但这比我向他们证明我的真诚还残忍。我操，380！383的魔抗。我操，这一速。380的魔抗直接加100，我站他们人堆里面，而且我的深渊还减，深渊是哎。我深渊是有那个法穿的，是有那个魔抗损毁的。结束了一局。石头人魔抗盘打不中。哎呦，这英雄太爽了！拿下兄弟们。